说到教师劳动条件压得非常的低，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光这两年我知道的学校专案教师就有40几位，这3年5年以来，可以去请问教育部台北海运的专案教师有几位，但是去年学校非法解聘了2位专案教师，结果就在1年前左右向教育部传情，教育部纸包不住火，告诉陈情的老师，告诉工会的代表，说台北海运报到教育部的专案教师，其实都是专任教师，都是专任教师。教育部完全知道，完全知道。请问有没有包庇？请问有没有伪造文书？请问有没有诈欺？而且那2位老师，1年过去了，学校应该归还的那些薪水还没补回来，教育部一直到6月要求学校要还钱，学校到了4月还说这些老师是专案老师。请问减掉要不要调查？如果有100位专案老师的话，这3年来5年来已经诈欺了老师多少钱，已经诈领了多少教育部的补助款，这是纳税人的钱，请问减掉要不要调查？第三点，台北海运校长口口声声说我们学校这几年来是唯一学生人数逆势成长的学校，学生人数逆势成长的学校，但是劳动条件一再的压低，学生的受教品质非常的糟糕。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目前这个学期我上课的教室电子讲桌还有92年的电脑，还有92年的电脑，你们到学校去查，我刚开一个电脑就要5分钟，钱都到哪里去？钱都到哪里去？我们学校在喊没有钱，花了11亿盖了新大楼，盖了新大楼，2年了，有2层楼闲置，然后学校的老师研究是狭隘无底，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学校资深的老师告诉我说，学校的高层跟教育部的关系很好，跟很多学校一样有门神，门神在哪边？站出来！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台北市民进党的议员林世忠董事长，蔡英文，你管不到你的市议员吗？这样子我们怎么放心？小英，请你管管你的市议员好吧？谢谢。教育部为什么对这些私立技专院校这么多可能违法乱纪的事情似乎没有做出合理的监督？我们高度怀疑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非常多的教育部的官员跟各个私立大学的办学者董事甚至进去担任教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哦。非常多教育部的官员退休后的第一个出路就是到私立大学担任校长、担任主任、担任各个院长的层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同时来喊一个口号哦，是私校门生滚出去，好，好吧，大家跟我一起来，私校门生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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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的永达、高凤，他们学校恶意关闭，然后这些二职的老板欠薪不还，竟然教育部还核准他利用校产去转型，然后去从事其他转型成宗教团或者慈善，或者说改办小学，
那这些老师学生没有做到妥善的安排，那新果呢卖给财团，最后搞得一个学校像不像个学校，一个老师兼11个主任，这还像个学校吗？可是他还这些学校竟然成为教育部所说的转型的典范，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是这样？哎，那我们这些还在职的老师，我们就岌岌可危，那我们的退场会是怎么样？哎，所以说我今天要站出来，那个呼吁教育部一定要正视这个整个退场机制，而不是这样胡乱放水，就像放一个洪水或者土石流，冲掉的是谁？是老师跟学生，老师欠薪，然后没失去工作，而学生呢，就像捡尸一样被其他的学校这样捡过去。那这些董事会、这些财团呢，卷起财产、校产，另起炉灶。那到底是谁转型？就是这些董事会他们转型，而老师跟学生呢，就被土石流、洪水这样冲垮了。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不是那么好，所以呢，现在整个国家在鼓励，不管是公立大学也好，还是私立大学也好，现在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自筹裁员。好，那所以呢，才导致说，这些学校他们把这个自筹裁员的压力从学校的身上呢，转嫁到老师身上，然后呢，又用升等评鉴这个东西呢，要求老师扮演的不是老师的工作来帮学校自筹裁员。那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方法到底对于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是好还是坏？那如果您看大学法哦，那个大学法它就讲得很清楚，大学的目的呢就是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还有促进国家发展。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反对说学校应该去服务企业或服务这个社会，但是这样子的立场跟让学校的资源或者学校的老师呢沦为企业的意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其实现在状况就是他们弄这个产学合作的成果，以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发明专利啊，是不是属于学校，可不可以赚钱啊，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哦，然后来绑老师的升等。那老师升等其实是有个评鉴期限的，就是5年。所以也就是说，老师如果要去弄就是要陪学校这样子玩这种产学游戏的话呢，他必须在5年之内，他去找到的题目必须要在5年之内去把它变成产学合作的金钱，然后呢变成他升等的那个成果的其中一部分。所以事实上是把整个这个研发的题目的决定到它的那个产出呢，是压缩到大概是3年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短视近利的一个研发的方向。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是要跟外面的学校去进行产学，然后是必须要取得金钱进入学校的。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英文挂钩，大概应该都知道差不多嘛，对不对？过去这20-30年，大家都说要产业转型，产业转型，然后政府弄租税哦，然后呢弄土地，弄各个方面呢，给这些学校补助，甚至我记得前几年还在谈所谓的公立学校的法人化，要让企业进入公立学校里面来进行某种程度的经营，以及最近在推的这个企业的替代役。好，其实在都看得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的系统是要把这个教育资源从它本来学术研究、服务那个服务社会、服务那个就创造文明的这个角色呢，去给它挤压到限缩到服务现在台湾既有的这些短视近利的产业的。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会使得到底是老师去提出比较前瞻性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思维去领导这个社会，或者是老师为了要升等不得不去屈从于
让这个企业好，那来领导这些老师呢？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企业相对于那个在这个台湾的社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对于那个社会而言，台湾的企业是非常非常保守的，非常非常短视近利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要简单讲的说，以这一种自筹经费来绑那个教师生等，来绑评鉴的这种做法，事实上不只是危害到这些老师的个人的权益，同时是让我们这个社会往一个更短视近利的一个方向去沉沦。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台湾现在我们正在吃老本，如果我们在容许这个系统这样子去侵害本来应该站在整个社会比较前瞻性思维的这些老师去破坏他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个保守的企业还有保守的这些有权力的人物，基本上面他们就是在把台湾的资源消耗殆尽。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我最后补充一点，我最近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个学校常常弄所谓的违反聘约，然后情节重大来处理老师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学校在处理这些老师的时候，是按所根据的东西啊，甚至有时候是老师他都已经提出申诉，在最后那一段时间了，学校更改游戏规则，好、啊，学校突然怎么想，然后就用那个方法来去评鉴老师，去审老师，然后最后就说老师这个违反聘约。所以你如果看清楚这个过程的话，你会发现所谓违反聘约情节重大的并不是这些老师，违反聘约情节重大的其实是校方。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让教育部知道，教育部应该知道违反聘约情节重大的是校方，而不是这些老师。我希望教育部能够那个了解这一点，谢谢。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立法院通过一个决议，要把生死比下降，要求教育部提供配套，做了没有？现在计划在哪里？我再简单回应一下哈，因为生死比哈，我们看过你们的新闻稿哈，我想林兄应该也知道啊，我们教育部统计处的是日间部的学生，好，那你们那个资料是把那个进修部的学生也加进去，所以那他的学生不是那个学生、哦，所以进修部不是学生、哦，所以不是算法不一样啊，他有的是还有加权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加权也是你们鸡跟鸭比，你知道吗？所以你是不愿意做的、哦，不是教育部通过，我先说立法院通过的会不会下降？这配套做你让我说两个哈，第一个就是说数据是不一致的，没有那么严重。那来公开辩论，第二个。我已经在电视上跟你辩论过了。第二个就是说，在没做。第二个就是说，教育部有做，降低生师比呢。我们现在全面要求，各大学都觉得非常的严格啊、哦。第一个就是说降到多少？降到多少？我们全校的生师比呢，从32降到27。我想你回去，这个不能乱讲。我们马上就要实行了。然后马上是多？然后马上是什么时候、啊？日间部的生师比呢？是8月1号开始，是不是？你要不要知道详情？日间部的生师比是从25降到23。是什么时候实施？对，今年就开始。8月1号开始，下一个学年度呢？就104学年度，8月1号嘛。对，我们就开始要实施。全校的生师比哈、哦，这个就是回应您的要求了哈、哦。您说生师比了，是从32啊、哦、降到27，从32降到27。那日间部的生师比呢？是从25降到23。那灌水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啊、哦，其实就灌水的部分呢、啊，教官灌水，那有一些兼任老师灌水啊。你如果这样提，还有加权，还有很多哈、哦。这个灌水的部分呢、啊？对啊，之后的细节，这个要不要检讨、啊？要不要检讨？一起参加了，开会来检讨，一起开会来检讨，一起参与了哈、哦。我们这最少您讲的生师比的部分哈、哦，我们的回应是这样哈。哦